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于幽冥界众生求受三归，灌连小朋友的四季中得知，鬼神希望供养他们点心，一定要念七遍呢，便是真言，甘露水真言，普供养真言，否则就吃不到。但于现在法事仪规中。”此三小咒啊，都是注明三遍，请问是否应修正啊？如改为七遍，是否如法？改七遍如法？这个从前呢，用三遍也如法啊？为什么呢？以前修仙人比现在人功夫好，他的三遍超过我们七遍。我们现在是口念弥陀心三乱，恐怕念七遍都抵不上人家三遍。道理就在此地啊，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呐、啊，至诚感通啊，啊，你是没有那个诚意呀、啊。有口无心的念七十遍也没有感应啊，就这个要懂